来，我们这个给我们称一点吧。好，这个为主，这个为辅。哎，好吃。没事，那就这个抓一把，这个抓一把。啊，对，这个抓一把，这个抓一把。对，嗯。这是玫瑰花吗？草莓。你再问过去，他又要给我尝了。嗯。懂老公的还是老婆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原味的牛奶的。啊，牛奶的，牛奶的也要。你给我抓一把。传统的。嗯。好，也是两种味道。行，就是这些吧。好，就是这些吧。我们不然我们哪里吃得过来是吧？对、啊。好，这些。这里是多少？这边1000。啊，正好是吧？啊，不用找，正好。这是台湾道地的糖果。啊，道地？台湾道地的糖果啊？那我要试一个试试看。台湾道地糖果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花生？杏仁果。哦，杏仁果。它是牛轧糖，然后是。用台湾平民的包种茶去做，那么外面的这个是抹茶，用海藻糖跟台湾的茶叶去做，是吗？我试试啊。茶叶做的，是的。红光哥，嗯，我觉得抹茶味的，抹茶味的，嗯，啊，这个，你刚才给我吃的是哪个？这个吗？这个，你这个给我称点好吗？这个是。有加凤梨的果干啊，还不一样了，就是有加草莓的。我们就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嗯。好。好，那给我们称一点。好，我拿一个袋子。好。凤梨的能给我尝一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也蛮馋凤梨的，我感觉。谢谢啊。那就是加了一个凤梨的。啊，这个还多了一个凤梨。干的酸甜的味道。嗯，好吃啊！凤梨的嘛，只知道它的味道多好了。哎，好东西不应该跟好朋友分享吗？嗯，不用不用不用给他，不用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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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这个给我们称一点嘛。好，这个为主，这个为辅。哎，好吃。没事，那就这个抓一把，这个抓一把。啊，对，这个抓一把，这个抓一把。对，嗯。这是玫瑰花吗？草莓。你再问过去，他又要给我尝了。嗯。懂老公的还是老婆是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原味的牛奶的。啊，牛奶的，牛奶的也要。你给我抓一把。传统的。嗯。好，也是两种味道。行，就是这些吧。好，就是这些吧。我们不然我们哪里吃得过来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些。这里是多少？这边1000。啊，正好是吧？啊，不用找，正好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拜拜。冰淇淋不吃了。迪化街。冰淇淋。这里是叫迪化街啊。啊，这条是迪化街啊，这里就叫迪化街啊，大名鼎鼎的迪化街，原来这里就是被我们胡来八来来着了，胡来八来来着。这冰淇淋我还是想吃一个，那你就吃一个吧，给我来一个冰淇淋吧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很讲究，还戴双手套。它这个蛋筒怎么是金色的呀？没有，金色的是外面的壳吧？好，蛋筒是蛋筒。理解错了。嗯，他说吃冰淇淋还送金砖吗？威尼亚的，给我多转两圈啊！多转两圈，多转两圈。帮我三把，再加反转，卖我十个吧。考验真正的技术的时候到了，其实蛮难的。我们上次在泰国那个就转塌了。我不相信他能转5圈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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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这可以了。6圈吗？我不信。不够了够了。哎，9圈吗？我就不信这个鞋了，我转不起来是吧？在想，哎，谢谢，多少钱？好，120。这个我还是那老婆先尝一口，给你先尝一口。没事，你尝我。我先尝啊。啊，他不嫌弃我。他不嫌弃，不是吃完牛。牛肉就再也不要跟我接吻了，这是。奶味很足啊，奶味很足啊，奶味很足。我看它上面放了一瓶这个，它是用这种牛乳做的哦，所以是特别好的奶做的是吧？我只用这个，让我尝尝。嗯，好。牛肉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牛肉，牛肉好吃还是牛奶好吃？还是这个好吃？你都好吃，都好吃，谁也不得罪。这个是我们家一贯来的习惯，作风啊，传承的比较好。嗯，对。